大家好，9:05了啊！这个西安的封城啊、封控啊，又产生了很多很多的悲剧啊。之前已经产生了啊，这都是人祸，这不是天灾，这不是人力不可抗力，这本来是都能避免的啊。又有粉丝给我爆料啊，就得爆了两个料，给大家看看啊。这个人他说转发。封城期间，西安又一悲剧。我姐姐今年29岁，在封城保供企业。封城期间有一些要保障供应的企业，叫陕西泽西供应链有限公司上班啊，供应物资的啊，搞这个物流的。但2021年12月31号，就是年底的最后一天啊，突然被辞退了。他姐姐29岁给辞退了。然后呢，西安市莲湖区这个华府西城港湾保安不让进门，不让进门，是不是他们家住在这儿啊？这个华府西城港湾，听这名儿是个住宅小区啊，数九寒天呀，被迫。数九寒天，被迫住在路边的车上16天，死于车上，死在车上了。肯定啊，吃不上，喝不上，又冷啊，青春的生命就此凋零。我是死者的弟弟，希望给逝去的姐姐一个闭眼的机会，要不然她死不瞑目哈，死的冤屈啊。疫情期间干着保障民生的工作，却无法保护自己的生命，一门之拒进不了小区，就隔着一个门不让进小区啊，丧命在私家车里，自己家的车里边，在此求助社会力量，给我姐姐一个公道。哎，这前两天这不是郑州是吧？郑州瞒报嘛。对吧？一开始官方还抵赖，去年官方还抵赖，还抓人啊，还删帖啊，还封号，对吧？结果呢，还打外国记者，围攻外国记者。事实证明，是不是他们就瞒报啊？当然不仅仅是郑州吧，郑州说死了390多人，好像特大事故是死亡400人，所以他们可能最终还是妥协了，没到400人这个坎儿。好像说398人，这个数字有很多人还质疑，也许还是假的。有人说后边应该加个零，应该死3000多人；有人说得加俩零，死2-3万人。到底多少我们不知道，但是他们瞒报，他们这个罔顾事实、草菅人命是肯定的。这就是这批人的性质。说白了，你用我的话，我就骂他们，我就说他们是畜生。他们就是一群畜生，他们就是一群贼寇，梁山贼寇，是吧？你让我说好话，我捧他们，是吧？我跟着阿谀奉承，我是万万做不到的。这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老头也死了，看见了吗？这都是西安，这个老头还是一个作家吧，挺著名的，叫李振同，李，木子李。镇提手镇潼关的潼，他是华东师范大学的中文系的教授，应该退休了。他的著作有《老舍剧作研究》《电视学引论》等。他还在电影《子夜》里边扮演一个医生，在电影《曙光》里边扮演一个叫林涵的，他还当过演员啊。这老头儿，你看。他没扛过去，这个封控后死的第一个老人。今天早上，丽娃，美丽的丽，这个儿童不叫小娃娃吗？丽娃625号，3020，丽娃可能是西安一个小区啊。3020的老头在楼道里摔了，头上不停的流血。就这老头李振同，这个救护车被拦在一村大门外，不给进，不让进，要居委会联系防疫平台审核后才能进去到居民楼里。
打电话到居委会，结果无人接听。等接到老头已过了一个小时了，流了大量的血，邻居说老头命悬一线。已有邻居投诉，如果老头死了，各方都需担责。啊，这是一个退休的老教授，可能七老八十了啊，出门摔倒了，岁数大了，腿脚都不灵便了，腿都发软了，也没有老伴儿在身边，也没有子女啊。中国有很多独居老人，还有好多丁克家族，还有2亿的这个就是光棍儿，男光棍儿、女光棍儿，剩男剩女。所以中国的问题，社会问题，未富先老，未富先衰，未富先病。所以中国有大量的各种各样的问题。好吧，朋友们，我们为这些逝去的生命哀悼。